俊彦因健康原因香港 FM 延期，亲自向粉丝们道歉。21日晚，朴俊彦通过本人的 SNS 传达了原定在9月召开的中国香港粉丝见面会将延期的消息，以下为俊彦书写全文。大家好，我是俊彦，大家过得还好吗？本来是很想带着好消息和大家见面的，但似乎又要让大家等待了，我的心情也变得很沉重。原定9月将在中国香港召开的粉丝见面会决定延期了，给粉丝们带来了不好的消息，真的很抱歉。这是我的首次个人粉丝见面会，我也同各位粉丝一样非常期待，但是因为我的健康状况导致了这次粉丝会的延期，真的觉得特别的抱歉。我会努力的接受治疗，以健康的样子跟大家见面的。所属公司22日表示，原来预计于下个月在香港举行的 solo 粉丝会将延期。智妍从以前起身体状况就不好，正在接受治疗，将尽快痊愈，以好的形象与大家见面。小姐姐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啊。除此之外，据韩媒报道，23日下午，女团 SHAN 举行第二张单曲 What the Heck 发行纪念 Showcase。此次回归特别加入了中国籍成员王琳、依依和日籍成员。怎料舞台结束后的记者恳谈会时间，当天活动中中国籍成员王琳突然身体不适，当场晕倒送医，发布会也就此中断。所属社方面表示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SHASHA 的所属社 Major,and 首先向参加 SHASHA Showcase 的所有记者朋友们表示感谢和抱歉，让你们担心了。WANLIN 在送进医院之后已经恢复了意识，目前正在接受检查并安心的休息，检查结果预计在24日下午会出来。再次向参加 Showcase 的所有人表示感谢，抱歉让你们担心了，谢谢。25日， Shasha 经纪公司宣布，经过院方的治疗判断王琳是大脑供血不足导致昏迷，因目前还需要进一步的确诊并预防可能存在的并发症，预计后续还将继续进行相应的检查和治疗，王琳将暂时专注于治疗。从24日音乐银行开始，Shasha将暂时以五人的形式展开活动，不管是一人还是粉丝，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，尤其现在处在换季时期，不生病才可以为对方带来更多的支持，也希望两位小姐姐可以尽快恢复，重新站在舞台上。